肩膀。我也是，还是有一点点的作用的。我有几百的输出哦。幸存下来的帕塔碰与帕帕呀，变得越来越强大了。看来穿越沙漠的日子也不远了。这样啊，看来啊，还是早一点进行比较好。Ha ha ha!
还差一集，太好了，要15集，要15集啊！快了，快了！啪啪呀！等等，这个请先让我有心理准备。拜托，请先让我有心理准备。已经没有时间了，请听我说。超级老文明遗留下来的超级可怕兵器，沉湎于宫中。拜托你了，啪啪呀！破坏超古代兵器吧。那个，那是什么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，是怎样的兵器？不过索纳奇说过，有着可怕的力量。哎呀，讨厌！这什么啊？头好痛！又在使出美人计了，这绝对是美人计。哎，怎么了，菲娜？镇住点！看看，罪有应得，若背叛邪恶，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在下是大胃王巴祖祖，由自制邪恶选出的武士。初次见面，啪啪呀阁下，吃了太多，肚子很饱，却还吃得下，您觉得如何？这热气势。快站起来，菲娜，我们离开这里。讨厌，人家全身无力，是不是要死掉了？黑暗英雄是那么轻易就会死去的吗？虽然有些时候活着也不轻松。怎么办？我的脚不听使唤。哎，啪啪呀，快滚回去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那么，啪啪呀阁下，总有一天战场见。后会有期。抵达永眠的绿洲了。大胃王巴祖祖有着锐牙的可怕角色，厉害！大胃王超级美味，没错，美味的大胃王善良，说的不错吧？那个胃跟胃发音一样，所以超冷，这个笑话超冷的。怎么吗？原来是冷笑话。真是太令人惊讶了，在这么短的期间内就能在永眠的绿洲里盖出这种规模的要塞，真不愧是过去的名将大胃王巴祖。这样，原来如此，名将是什么宝物吗？我说我就是那宝物，觉得如何呢？是所引以为傲的宝物，应该是毕克斯阁下所拥有的那把宝剑吧。老夫是绝对不可能将我的宝剑交给你的。话说回来，巴祖祖，充分准备好迎战帕帕亚了吗？说起来你觉得呢？人家说决定胜负之靠的是运气，不管最后是谁胜利，这场应该都会是场硬战。动静杠飞，巴达巴达巴达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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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巴达巴达巴达蹦，巴达巴达巴达蹦，巴达巴达巴达蹦。
他自己就会走回去，我只能控制他往前，往后退是他自己走的，不是我。帕帕亚不受控制。哦，终于啊，神枪打类型，攻守亚恰类型。
哦，太好了，我可以换角色，雷兹超难用。哦，是哦，是他原本的位置就在那边哦。是不重责，喂，所以在下大胃王八祖，就算吃饱了，还是要继续吃。吃什么？宝藏吗？谁管你这么多啊？迟到还这种态度，会是方吉鲁阁下？脸皮之厚，真是天下第一。我终于见识到了。对了，八祖决斗呢？你找帕帕亚决斗了吗？关于决斗，发出挑战书，转算时间也应该收到了。这样啊，原来如此。对了，你们两个已经决定好由谁来操纵超级兵器了吗？哎，你这家伙太多，老夫的宝藏绝不交给任何人。可恶，那就现在马上做个了结吧。让我隔山观虎斗，你们两个就好好打一场吧。超级兵器可是比铁还要坚硬的石马，正是在下最喜欢的兵器，若是给你们使用，实在太浪费了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小咪，晚上好。话说回来，比克斯，你的宝藏就还给你。这什么烂宝藏？这是老夫的宝藏吗？这是什么？不是已经坏掉了吗？取出钥匙的咒语之后，就不会动了。我不需要，我就收下咯。开什么玩笑，那是老夫的宝藏，那我就还给你吧。哎，唢呐琴钥匙的咒语到底是什么？哦，砰共痛。这样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话说八祖祖，我想跟你打个商量，把欧古给放记录。大胃王八祖祖寄来的挑战书，让我看看，念给你们听听。挑战书，胆小鬼啪啪呀说：大家好，在下是大胃王八祖祖，在这里向你提出决斗。参加自制的运动场，参加竞赛一决胜负吧。我会吃着戴可洛普斯边等你来。戴可洛普斯就是好像超级好吃那个，该说戴可洛普斯喜欢吃巴塔碰吧，反量也太残忍了吧。闪亮亮，同为眼珠子，也算是同类相食吧。从来没听说过有这回事。